大家好，我是 Vicky 啊。而家有唔少人都注重养生，中意豆浆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。今次同大家开箱呢部迷你嘅豆浆机，一齐睇下可唔可以喺屋企都轻松做到新鲜嘅豆浆啦。少女粉红嘅迷你豆浆机，放喺屋企或者系公司都唔会好亚位。全自动嘅豆浆机有6个功能选择，附送量杯同埋小册子。先试下整豆浆，黄豆唔需要事先浸水，倒入一杯嘅份量，加水至最高位，然后按香浓豆浆嗰个掣就可以啦。等25分钟之后，就有热辣辣嘅豆浆啦。豆浆豆味香浓，而且非常顺滑。再试下整果汁，将切好嘅水果放入，然后按果汁键，等90秒就可以饮到新鲜果汁啦。清洁同样简单，使用完之后加水，按清洁掣就可以啦。用埋个刷清洁就唔怕刀片架亲只手啦。呢部机除咗豆浆同埋果汁之外，仲可以做到浓汤，甚至系 B B 嘅加固食物。有兴趣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。Yoohoo！